欢迎收看 WebTV 网罗大明星。大家好，我是不用王洪恩，我是罗文宇，这位是，我是车子，车子，掌声加尖叫！哇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真的，开幕来宾就是你，好久不见。做到如今，你知道已经第超过30，对，我们做到连马来西亚都已经用我们的版本去做一个节目。我知道，我也有去上啊，真假的？你先上他们的节目，台湾版的网罗大明星是 B 版就对了。你觉得马来西亚的版本跟台湾的版本？哪个你比较喜欢？你必须给我个交代，必须给我个交代，给我个交代。真的吗？那么认真？你在干嘛？换来交代，不是这个交代啦。恭喜你的新专辑，对，重点今天来好不好？文哥，文哥，对啊，讲一下来新专辑。在艺人比较多的是情绪，不会讲出口的一些自己的负面的情绪。对，所以我这张专辑就是想要说，比如说有一首歌能够帮你讲出来。来打歌还是要有一个关卡，好，给你个关卡。你戴着耳机，然后吵闹，你看你能不能专注的把你的背包唱完。戴上耳机，里面我刚刚确认过了，这个蛮吵的，蛮吵的，这是舞曲哦。对，不要乱叫，他在乱叫。哎，完全你没有被干扰哎。车子掌声加尖叫，我确认一下，确认，真的大声，我确认。不要啊！来唱一下专辑里面一首新歌哈。每个人都有疲惫不力气的时候，每个人都陪着我过寂寞的蹉跎，除此之外也没什么什么悲哀。或许你不在的时候，真是无关。或许更过来我们不见，你已经提升很多就对了，是不是要来考验一下？最近学了一个新的，就学了一些口技，这个叫呼麦。不要多说，立刻就来一下呼麦一下。哎，我有听到，呼麦是最近兴趣，对，兴趣学的，但二胡，我是马来西亚二胡，但是我得要提醒你，在台湾。敢说模仿二胡的人只有一位。上次许茹芸来的时候，在本人面前，我用二胡拉他的泪海。欸，我们来看一下片段。哇，你这个猫头鹰学的蛮像的。不是啊，那二胡啦。我觉得就普普啦。哇，一年之后，周志力，周志力，你变了哦。欸，你哪来的自信啊？逗那个一样内涵，一样内涵。哇！闭上眼睛，以为老人在拉。哇！老人茶。再撑。我不想弹了。哇！可以再上。好了，我们直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。你既然在这个有练习这些技巧以外，你有多听一些时下的流行音乐吗？有啊，最近有一首歌，哇，因为我之前有开一些直播，蛮多人点歌点同一首歌，叫《说散就散》。说不上爱，别说谎，就一步走完。说不上恨，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。但我个人认为好像，啊，哇，他的 key 应该还是可以，可以再升上去这样。好，好不好？我直接升四个 key。就当过我太麻烦，我的人自己受伤，放出我自己。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还疯狂？我这已经真的是边缘了，不行，我要怕破音。今天好声音不仅来呢，我觉得光唱这些还不够，孤单消防员。孤单消防员，因为我每一次都是当别人的孤单消防员，对，谁来当我消防员？
每次人家寂寞的时候，我们都去陪他，对，我们都去救他的火。那我谁来救我们的火？谁为我扮演？谁为我扮演？孤单的消防员，孤单的消防员，等一只蝴蝶，停靠在我身边，停靠在你身边。我想要改变，我想要改变，不知为谁改变。寂寞成纸烟，要多悲伤，寂寞都成纸烟了。这个完全写到我的心坎了，真的。好，那我觉得既然我们的主题是寂寞消防员，难得来嘛，可以玩一个游戏。寂寞消防员延伸出来这个游戏呢，我们要看看两位寂寞消防员跟消防员什么关系？这个游戏有关寂寞来攻击的时候，你要能够防御他，对不对？哇！猜拳，赢的人可以拿这个，输的人拿这个防御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1-1。你赢的话就可以让你送专辑。好，输的话好不好？三张专辑，不好意思。我收回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恭喜啊！专辑成功送出去，我们 Web TV 网罗大明星成功，